Hotdog Sky 最近在网络上看到一项非常热血的挑战，那这个挑战呢有一个非常吸引我的标语，史上最虐训练没有之一，只有最强的人才会选择这套标准。史上最虐训练，只有最强的人才会选择这套标准。莫非该你说的那个挑战就是？没错，这个挑战就是美国非常著名的莫非挑战。而这个莫非呢，不是你讲的那个莫非，这个莫非呢，是一位美国英勇的海豹突击队军官。那这位军官呢，他名字叫做 Michael Patrick Morf。那这个挑战呢，就是以他的名字 Morf 命名的莫非挑战。那 Morf 他呢，在2005年的时候，不幸死于一场反恐行动。那这个反恐行动呢，就是大家所熟悉的红翼行动。他得年29岁。那这场红翼行动呢，还有被翻拍为电影，马克·华伯格又饰演里面麦克·莫非上尉的其中一位战友。那这场行动呢，被誉为美国海豹部队40年历史上最黑暗的日子。那前去执行任务的4人中呢，就有3人阵亡，其中包含麦克·莫非。那另外呢，前去救援的美军士兵中也牺牲了16人。我来跟大家简述一下这起事件。在2005年6月28日，由美国海豹突击队第10分队上尉麦克·莫非所领导和3名海军中士组成的一次4人先期侦察和监视任务，前往阿富汗库纳尔省山区。当时麦克·莫非上尉的4人侦察小组正对怀藏着有塔利班头目的村庄进行监视，但不幸的是，在进行观察位置后不久，他们的藏身之处被3个阿富汗牧羊人发现，其中还有一位是小男生。这个时候呢，莫非等人面临了非常大的难题，就是是否要放走这些牧羊人。那如果放走他们，他们极有可能面临着被告发的风险，然后敌军呢就会来讨伐他们。那如果当场击毙，那岂不是滥杀无辜，毫无怜悯之心？这个时候，麦克·莫非主张放走他们。不幸的是，牧羊人还是前去向塔利班武装人员告发麦克·莫非等人的藏身之地。这时候，他们开始进行一连串的逃亡。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呢，可以去看这部还原度超强的电影，看得我当时是冷汗直流，它的代入感非常强。那这部电影《红翼行动》呢，后面我就不爆雷了，大家有兴趣的话就自己去看一下。总之呢，莫非他总是保护着身边的战友、他的同学、他的亲人，以及捍卫着他的家园。大家为了纪念这位英雄，发起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这项挑战——莫非挑战。这项挑战包括穿着20磅的负重背心，相当于9.07公斤，跑1英里。100个引体向上，200个伏地挺身，300个深蹲，再跑1英里，跟我们的肉体呢进行一场拉锯战。那听说呢，这个挑战会随着时间一点一滴摧残着我们的意志力。另外，这个挑战呢有一个非常困难的地方，就是要在1个小时之内完成。那我想有一部分也是在模拟麦克·莫非他们在战场上穿着战术防弹背心进行各种下伏、攀爬、奔跑等等。总之，今天呢，我就来挑战看看是否能在1个小时之内完成这项挑战。那我们挑战即将开始，挑战还没开始，我的汗已经流成这样了。该于，我们今天帮你准备了一个计时员，来，嗨，我们的药师来了，然后带着这件防弹背心，负重背心，来了来了，哇塞，10公斤，哦，有将近10公斤的背心，9.07再重一点点。哦，它这里面是这个，它这里面有这铁砂，铁砂，对，每一个都很重。该你现在感觉重吗？我现在感觉还好，穿着不动就感觉还好，就沉沉的。等下跑起来就重了。这个绑着跑，不知道跑起来感觉是如何。那我们准备就来开始喽。好，好，好了，我出发了。出发，好 ，Go， 开始。要是你觉得盖伊他有办法完成这个挑战吗？其实我觉得蛮硬的。因为引体向上拉100下，之前有试过，就是如果没有负重的情况下，就是5下5下这样子拉，5下休息30秒，5下休息30秒，这样比较不会累。可是这样子拉，其实大概10分钟拉完就已经蛮累的，然后他还要深蹲300下，伏地挺身又要200下，我是觉得蛮难的，但没有实际上试过也不知道。可以还行吗？耶、yeah, ，总共几圈？只有。超强的人才能完成这项挑战。刚毅才过一圈就已经1分25秒了。你这样速度不太行哦，这样跑完就8分钟了。哎呦！
帅哦！干一，我们这个一英里的目标是几圈呢、啊？干一，要叫你名字。干哥。对，2分40秒哎、欸。好久没跑步了。干一，我们这要几圈？八圈。哦。第二圈了。哇，这有难度。都要60。他这样子八圈跑完，应该接近10分钟，我觉得。对，但是这个挑战1小时时间嘛。对，可是他前后都要跑1600，所以等于说他前面都跑10分钟，后面已经超累，后面那八圈可能要跑15分钟。那这样25分钟，所以剩下的剩下半小时，你要做完负重10公斤的100下引体向上，200下伏地挺身，还有300下的深蹲，我就超硬了。选人盖伊，懂吗？很沉哦，4分。完全4分呢 ？OK， 我记得。对，目标12分跑完了。我要时间比较快哦。我该跑出来了。5分20，加油！完全没问题。哎，要是你对盖伊现在的表现感觉？现在是 OK 的，但是不知道等一下那个会不会很累，因为目前就是跑步嘛，比较不太会有太大问题，身体状况比较好，我觉得会流蛮多汗的，可能引体向上做个10下，然后做深蹲，然后再做伏地挺身之类的。引体向上算是上肢嘛，应该是一个上肢、一个下肢、一个腘绳，可能会比较好。不知道盖伊的策略是什么？6分50。还剩几圈？剩几圈？剩第五圈了。好，还有3圈。这个第三国中跑道是多少？这一圈是200公尺，然后总共要跑8圈是1600，总共要跑3600，然后先跑完1600，再做完那些再跑完1600。非常之累。你还记得你1600跑多久？我忘记了，跑很久了。说真的，负重会差，所以你的腿会非常的酸。这个超重背心，还 OK 吗？该重吗？8分20，重吗？还行、啊。让他喘一下。他已经无法讲话了。让他喘一下。1600大概跑，没有负重的话，我记得好像6分左右。哦，这么猛。但是要有练的情况下，就是你要持续的练。大家会不会看了这影片都想来挑战？可以啊，我觉得大家试试看才会知道说到底多累。对，不会觉得是比想象中累很多啊。你觉得很累啊，但是实际上更累。看得出来，盖伊的姿势已经开始变有点前倾。不是，前倾是代表。前倾代表说他脚已经开始累。盖伊，9分50。盖伊最后一圈了，最后一圈。可以。他是有在配速的，他一圈大概都是1分20秒。有配速就对了。这样大概11分会1分多。看得出来，更累了。艰困的步伐，步伐非常的沉重。来，沉重的脚步。快到了。11分。阿姨跑完1600，你有什么要讲的？稍微走一下，缓冲一下，喘一下。我们今天的挑战才刚开始而已，大家可以看我。这1600没有跑得特别快，就比较像有在配速一样。因为我如果太冲的话，等一下还有300的深蹲，那可能做到一半会抽筋。徒手训练完成之后，最后还要再跑1600公尺。哇，那1600铁路超硬的。对，所以要好好做好配速。然后我们现在时间有点紧迫，所以我们要赶快去做下一个挑战，这个东西都不能拖下来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就挑战去。等一下，我预计我会配10个引体，20个伏地挺身，然后30个深蹲，然后顺利的话做10组就可以把100、200、300下做完。对，那我就先用这个目标来试看看。好，然后组间休息1分钟。好吧，没有。
哇，比想象中的还要硬。你怎么？花多少车？上一组感觉要花两分钟，两三分钟，所以十组大概要再搞个二十分钟，二三十分钟。我怕等下抽筋。好，开始准备休息。目前是13分40秒。哎，这个挑战是要包含体跟休息，还是不包含体跟休息？包含，要包含。所以徒手的过程就自己配速，总训练在1小时内完成就好。还是该你要把它配成20秒？怎么配？5下10下15，好像可以。我刚蹲的时候太硬了，我刚蹲的时候脚超软的。30下有点太硬了。他刚完成一组，所以你现在在做18组，快一分钟了啊！回复 ATP 啊！啊！海豹盖伊，热血哦！看得我都想做了，跟你一起做啊！好，剩17组，剩17组啊！我知道为什么它叫意志力的挑战了。一跑完1600就超想休息，尤其是今天的太阳很大，我都怕休到一分钟会不会做不完。那40秒，好，40秒，40秒。看你那个 APP 回复是什么。16组，我可以喝口水。可以可以，快点快点。15秒，时间过得异常的快。真的，已经过了30秒。哇，至少要先留个15分钟来跑。好。要是针对这种类型的挑战，要怎么训练？如果事前想训练，要怎么训练是比较好的？就是每天练什么样的东西？哦，这样子吗？就是你必须把伏地挺身、还有引体向上跟深蹲当成专项在练。哦。而且是比较偏耐力型，因为这样子的话，就主要是做一组，其实大家很多有在练的人应该都是觉得很轻松。但是你要做这么多组，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完，就是耐力。耐力的考验，跟意志力的考验，讲得很对。那你这样觉得会不会撑不完？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很热，又晒又热，就是我坐下来没有办法真的休息到。知道知道。屁股还没坐热，要开始了，加油！哇，这个蹲完等一下还要再跑，一定是超累的。对，我都觉得等一下跑会超累。旁边还有观众席的观众在看。哎呦，什么时候多一个观众席？多一个观众席在看。耶，我要上电视。那上电视不帮我加油一下？好，下一个来，帮我加油一下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感觉有太棒了，有他们的加油声，我的整个力量涌现。啊，有
难道就没有别的词汇可以激励我一下吗？来，想想你的粉丝。哦。哎、欸。哦，再多一点，再多一点。想想你身边爱你的人。哦。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很熟悉？加油，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了。再想跟你有在乎的人。依照这个稳定的时间下去的话，最后还有十分钟可以跑。应该会有十几分钟。我们就抓十分钟吧。你说留十分钟啊？不是，我是说，就是不管剩几分钟，都跟他说只剩十分钟。有没有笑？你确定要在我这边讨论这件事情吗？我就是跟他说，跟一阵十分钟，你要跑快一点，比较急，然后这样，要留那个时间，要冲很快，是不是？哇，那我如果我直接倒地不起怎么办？我们的策略失败，跑到第六圈直接倒下去这样。哎，就到了。那你没有别的词汇可以激励我了吗？他只会叫你要到的而已。想想你失败，想想你失败的时候多少人踩着你的尸体。想想你失败，等一下药师跟波波会怎么笑你？哇，太残忍了。我刚刚没有，你要激励他。滑掉了。哇，天哪！是破例。哇，这真的是很考验呢。稳住，稳住。有机会成功，厉害。但是我什么都感受不到了。你觉得看影片可能没有办法想象，对我现在的这种感觉。心脏很痛苦的感觉，很难受，因为很闷热，心率很快，然后一直降不下来。好，龙哥，你现在时间抓很准，四出没事，自己去吧。自己他已经有那个体感时间了。接着那个印象上。耶、yeah. ，完成。现在是16分21秒，所以大概剩下13分钟多的时间可以跑1600公尺。这一次的跑跟第一次应该也是完全不一样的，这次是非常累，你要大家看到身体都湿了。现在这个负重腰带已经变重了，对，它已经不是10公斤了，它应该11点多了，应该有1公升的水。好，那要是你这一轮要跟着他一起跑了吗？对，我要跟在他后面配速。哦，教练配速。跟他讲时间。那、啊、你要帮我加油打气啊！对，你要帮他加油啊！超过一秒怎么办？超过一秒都算是挑战失败了。啊，哇塞！对，还好现在太阳比较降了，我现在觉得凉快很多，好，心脏就是舒服很多、啊。刚刚那个太阳真的有点快顶不住，应该还是没有问题的。好 ，Mike Moore， 我要完成你最后的挑战。来吧，上，走。疼啊！赶紧跑起来，跟第一圈什么差别？还没有，觉得那跑步感就是慢性的减掉。刚刚深蹲的时候，我觉得蛮硬的，但还好时间还充裕，我还可以不用那么急。可以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加油！还有12分多，好，第一圈要结束了。第一圈，会很爽吗？啊，不会，你问看看你会不会喘？有，我觉得蛮累的。现在不能停下了。
要停下来。我现在如果停下来，停下来会再倒下去，跑不动了，就不想跑了。对，所以就算放慢，我也不能停下来。撑住，撑住。加油！加油！打气！太棒！加油！还有四分钟，四分钟整。撑住！撑住！抽筋了，可以抽筋了，两边都要拆。这个脚太抽筋了，开始抽筋了。现在剩几圈了？边抽边跑，现在剩两圈，抽两圈。加速，加速！加油，最后一圈了，要剩二十秒，时间快到了，时间59分了，哇，剩一分钟，快点！快点，敌军要冲上来了！保险，保险，撑住，撑住！三十秒，好，快快，十二秒，快点，最后冲刺，掀开一，耶，哇塞。所以是多少？刚到这边的时候是59啊，58、59。我觉得所以你比较往岸就对了。结束了。哇，这样子这样躺着应该没问题吗？正常的时候会再走个一圈啊，让身体缓和一下。对，让心率不要也不要掉那么快。但我现在内收，两边都在抽筋，我没有办法再走了。很多人说这个决定啊是 Mike Morf 他一生中做过最重大错误的决定，但是我觉得。Mike Morf 他在最后这么重要的关头，攸关大家生命安全的时候，他依然坚持他的初衷，我觉得非常令人钦佩，这个精神非常棒。那该已经是浑身湿透了。我很天真以为一件事情就是运动一个小时不喝水，好像还撑得住。结果喝了3-4罐，我喝了3罐半，水都直接流掉。整个虚脱的感觉。你等一下背我回健身房。感觉莫斯，你的挑战现在开始。扛着我走回去。可以啊。耶、yeah ！简单呐，挑是最棒的。所以我今天有成功吗？算是有，算是有。我是58分58秒的时候在镜头前面，所以但是他说我按着慢慢了一点。对。哎，这么有戏剧张力啊、哦！还差2秒，你知道这三个动作啊，最轻松的是哪一个？引起没有伏地挺身，对，也不能说轻松啊，就是三个比起来，引体是你没力就真的完全拉不起来，对。然后深蹲是你有办法顶，但是超累，但是很酸，又喘又酸。然后伏地挺身是我觉得20下很轻松去做的，就算有穿负重背心。你有没有觉得哪一种人来做这个挑战比较轻松？我觉得我做起来应该，我想。哦，因为我体重比较没那么重。哦，像引体向上跟伏地挺身、深蹲这三个动作都是自身体重，那我比较轻的话，基本上每一下都会差，那个累积起来就很可观。光是你这个体重去跑步就已经会比我累了。该这样也算是成功挑战了，他也算是一个强者了喽。哦，
真的很虐，果然是史上最虐，没有之一。啊，总之今天也算是在一个及格边缘了。好的，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先到这边，有任何问题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给我。那如果你有去挑战这个墨菲挑战成功的话呢，也欢迎留言给我，然后分享你的心得给大家。我是江盖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